当网约车启动鱿鱼游戏，过去两个月是出行第二梯队玩家难得的补位时间。经历过网约车出行大战后，头部企业的地位似乎难以被撼动。然而这一共识在今年七月遭遇的挑战。遥想2017年，美团高调上线打车业务，在南京城内和滴滴拼起了刺刀，但很快便败阵下来。时隔四年，美团打车卷土重来，高德、哈啰、滴答、T3 出行等新老玩家也蜂拥而至，出行市场一下子又变得热闹非凡。事实上，流量逻辑更适用于互联网平台，但在今年七月后这个难得的空档期里，没有品牌不愿意孤注一掷去抢夺分流出来的消费者，各玩家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，试图快速获客。一方面，在人车合一的政策要求下，运营且合规的车辆和司机本就稀少，如果严格按照城市政策规定，平台运力必将受到影响。另一方面，相比出租和加盟，直营模式一般而言服务更好，但成本也更高，运力更会受到限制。